我们现在还是等丸子同学下来接我上去。因为疫情期间呢，医院的防锁非常严密，所以不能随便进出，只能由里面的人呢拿这个所谓的通行证啊，我们才能进去探视。那究竟蚊子是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我目前也是不太清楚，进去看了才知道。就忽然接到他的讯息啊，说他住院了。还是要讲一下，不然的话又一堆人在问。没办法，我在床上在拍照啊。对啊，我在床上在拍好吗？要躺好比较像吗？对啊，还要装死了。他是胃底开始吃啊，好卡，真卡敢无？无啊。你是蜂窝性组织炎嘛？嗯。啊是，蜂窝性组织炎怎么会引起痛风呢？应该两个不相干吧？哦，没有，医生查出来，他这个不是痛风，是蜂窝组织炎。他应该也没有这个病史。痛风是好像久的人才会有，不一定。嗯，他一开始跟我说尿酸过多。对啊，他一开始跟我说他痛风，我想说他是那个他常常熬夜嘛，你不是说他都四点才要睡？啊，他就讲不听啊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刚刚讲没听，竟然来讲要咋困？我大哥早。你这个是蜂窝性组织炎，我来讲哦，你这个。可大可小，知道。你若搁有牙卡，真正爱固掉，知无？像很多了，只是连转都有困难。那是伊住的空闲所有压落来。没有啦，他是因为他好像不知道有伤口，然后他都不去看。对啊，伤口，他伤口就是这样，你有伤口，啊，你又晚睡，才会造成你抵抗力低下。抵抗力低下，你现在有嘴口，它细菌稍微有那个强一点的细菌嘛，你的身体抵抗力不够，台北系的牙卡，比较。我还在想说，你痛风应该不能吃热狗，你还跟我说你要吃热狗。准备不打算不给你买来，要吃热狗。他这个就是睡饱，抵抗力起来就可以了，其他的没有影响。重点就是他还熬夜，这个双层防护对不对？这样应该没问题。还是要看下你到底是安怎胸膛发大呢？想讲是不是？是不是我害的？我害到大鱼，啊，才有小小。讲了点。啊，医生今天来看的时候说怎样？他说这肿太多了，只有个肿痛。对啊，你这后面啊还要追踪治疗，没有那么宽。他住院纯粹就是要观察你这个副手的病毒。然后说收到我电话，我讲说不能改善。要开刀了，开刀应该是不至于吧？要开刀把心切掉一点，清创，要把病毒死掉一点。那也是表面啊，你现在这个是啊，你这安的健康也不是假意来的，你还是要靠你自己身体拿啥死。所以拜托你在这边不要熬夜。不要，你中午是有偷吃，我看到那是什么油？没有，不是我的。不是你的？不是，是我们三个。不要吃了。你是要嚼锯掉还是要抽烟？我
来抽烟。你就是一种感觉吃好死啊，无死无食啊，到时安尼。有时候不吃槟榔，我还接受。啊，他签了，他签了。来啊来啊，给你。喜欢。咖啡啊，开始。没关系啊，你们先喝，我们先喝。我今日也是伫遮，热土过来买两支。你往阿喊弟，你阿破病哦，你往阿喊弟去往红台啊，对吧？我这这个好久没回家请个师，请师那个。啊，你，咱幺哥来买两个的，很大单，很大单啊。嗯。你讲他五，讲他千啊，嗯，吃清淡一点。嗯，吃清淡哦，不是为了其他好，是为了那个不要让你这个伤口哦再发炎。因为你要是吃这种高盐类，你吃这些热狗那种加工食品，它是高盐类。你啊，跟那不要不紧了吧？这卡就要固掉了。嗯。因为一开始诊所说开药就好了，然后还有开吃药会好吗？不一定。那个比较温和，啊，伊这煮的这就是较好的，嗯，因为煮的这抗生素嘛较紧，伊这应该是一般的抗生素的，嗯，因为要是这种抗生素打了没有用的话，就要赶快换。你吃完了？忘了。那几颗干了？不是故宫的都不见。那你那水饺还有茶叶蛋吗？茶叶蛋是。会烫吗？会啊。不是啊，我在这喝。现在就是。不能放酱料啊。嗯。不能放酱料。是啊。嗯，直接这样吃就好。我跟你讲，这种东西它的不稳定性很大。像这种细菌，它什么时候要被发财，你知道吗？嗯。所以它才会叫你住院。啊，不然他就开药回去给你吃就好了。对啊。嗯。这民俗疗法。是，嗯，要办户外吗？有啊，是啊，办固定吗？啊，办一张就够啊。好，这民俗疗法，户外去。这你也跟老师啊？啊，不会啊，我来办户外，我来 open 嘛。哦。这些巧克力丁，跟这个不冲突啊。哦，哎呀，有的医生会说，就是这种浮水啊，尽量不要乱喝。嗯，那是因为他们很多的人去请那种浮水，然后他胡瓜自己是拿那个随便用那种书局卖的那个墨水写的。先不提他到底有没有法力，基本上它的成分就是一种毒素啊。我这个是用吞蓝墨写的啦，嗯，所以不会有影响。那这时候放板来喝，用杯底喝？不行啊，不行。你如果真的加进去里面的话，就冲突了。哦，不行。我们人每天其实都在发炎，就是发炎嘛。那人休息就是为了去抵抗发炎，然后降低你身体里面的发炎指数。可是，一旦你休息的时间不够，作息又不正常的时候，你的身体不知道什么时候休息，然后你每天这样子累积、累积、累积，到最后抵抗力不够的时候，你随便一点点细菌的掉下来，知道吗？